道的教育是这样的一个教育，让我们学会怎么样去和地狱界的众生打交道，怎么和恶鬼道的众生打交道，怎么和畜生道、人鬼道的众生打交道，当然包括了和人怎么打交道，和阿修罗界、和天道怎么以和为贵、和平共处的学问，就是这是道真实的教育。这个创始于道陵祖师，叫张天师，张道陵办学开始从事这些教育，包括了怎么侍奉鬼神、侍奉亡魂。我们为什么人间中华文化有四大祭祖日：清明、中元、重阳、冬至，借着天地合的这样一个时间，在我们特定的空间里，对亡灵、灵魂体、魂神进行侍奉和供养，以安其神，以慰其魂。之前讲课给大家讲了，我们人有三魂七魄，当我们死的时候，天魂地魂会结合在一起，寻找新的父母，到下一个时间空间里面去转生轮回。还有一个守尸鬼、守尸魂不会走，会在骨灰、现在的骨灰、过去的尸体上，叫守尸魂、守尸鬼。那么他已经不能有生产力的，不能够有财富的获得钱了。为什么人是尊贵的？人都有这些能力，他没有了，他只是鬼道众生。他靠生人、活着的人供养、供奉他们，把有形的东西烧了以后化给他们，他们才会再拥有。这就是我们古代传承用金纸、银纸、用各种各样的祭祀物把它焚烧、填埋、用水化掉，这种整整的种种的方式转换成能量，这个能量可以守恒，能量不灭，能量可以转化东西。这个显胎世界，这个有形的东西没有了，转化成无形世界的，无形的有，这叫妙有。那么来供奉亡魂，除了供奉这个守尸鬼之外，祭祀这个守尸鬼之外，那么还要重视上一世自己列祖列宗、自己的亲人、上一世的天魂地魂再结合的新的生命体，他过得是否好。如果在三恶道中，还要借助法师的力量，借助法会圣众的力量，然后使亡魂得超生。这个超生不是守尸鬼，是天魂地魂转世轮回到三恶道里的新的生命体。虽然他这一世不是你的什么亲人，但是天魂地魂是你上一世亲人的天魂地魂，跟你有基因的纠缠，有量子的纠缠。守尸鬼上面有基因，我们知道今天3000年前的木乃伊，科学家都可以提取基因加以研究。那么只要有骨未枯，哪怕是在骨灰里面的一点骨未枯，那么都可以传载基因、携带基因。
基因是一个运动波动着的链条，这个波动的链条和谁携带着同样基因的众生会产生量子纠缠。你这里过得好，他那里会好，他那里过得不好，你这里也过得不好。说是古代重视孝道文化，孝道文化真正的受益人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，因为祖先通过你的供奉，你的烧化物供养他，他在那过的是富贵荣华的日子，那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着的世界，是不是他好你也好，这就这样子纠缠吗？他不好你也不好。欢迎点赞留言分享弘扬正法，广结善缘，功德无量。